香港王者。被迷住了，我可以肯定。太无脑了，这一套过来就是一般血。你他妈神经病啊，你是不是脑子有套啊你啊，你一把把我打死把我打死，哎呀呀呀把我打死，哎好痛啊，死不了，你打不死我就打死你，我现在不想打死你，我操，蓝爸爸被抢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，在旁边搁小，你有没有事你出来，哎你别在这搞小小偷小摸的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出来，哎呦你真出来了，我操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有病得治哎！真难玩啊，先回家了，找到就不靠过去了啊，就靠过去把自己靠炸了，感觉有本事你就越塔把我杀了，哼，杀不了我 North。
blood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就不能来一下吗，兄弟？他都跳拉拉屎了，你不来？这样跳我，你没有你就不能来干他吗，兄弟？他这样跳我，没二没二的，没闪的，这不都在送吗？跳上一个 EQ 带走。哎，你看这不会打野是多难玩，这不会打野很难玩，你知道吧？就我这英雄，你必须得有个打野能配合，没打野怎么玩啊？他为什么可能这么嚣张啊？啊，没闪现的妖怪，干他兄弟，我受不了了。这峡谷一掉，我中打没了呀！快来快来，帮我干他！你们兄弟啊，来帮我干他，我受不了了！别老在下路晃悠啊，中路该来可以来啊！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早点来不早点死，早就死了。我血量太低了啊！不然直播的话，这个剑姬应该也会死的。他说不能去，我去我落地的话，我在剑姬点上我一定会死，百分百死的那种。到时候把我杀了，皇子一 Q 跑啊，也杀不掉。到底要干什么、啊？你们，这我野区，这我的防御塔哎，防御塔哥哥能不能给点力啊？他们无视你啊！我感觉他们想虐我哎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完了，你打野往上跑，那我怎么办？
这招那么好，对面一堆收集者都，哎。去帮队友，在跟谁说呀？又被吹了，再装逼，再给我装，跟谁俩呢？好装啊，这人。没闪呢。没闪呢。好多没闪好像。皇子太抽象了，皇子。别打呀，你打下打也打不过的。放开我的兄弟。哇。这怎么死的啊兄弟，他不是不揍我了吗已经。这能给别人抽死啊？有本事你骂我月了，我说实话，我就不怕你骂我。我们这波一定没往下走，往上走。太肥，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。一切尽在太难受了，这风里都要扛塔。
怎么这么装啊？这对面的人就感觉我在他们眼里就不是一个人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是 AR 吗？啊，我是人机啊！你不会把我当人机吧？啊！真的啊！这对面把我当人机在打，我感觉。要怎么忘了你说过的这还开干嘛呀？这那么远的还开？哇，这个辅助，我说实话，都到那个位置的还要开，有必要吗？哎呀，我打不了字，烦死。你这闪现上去，我说实话，让人很费解啊。这波那个谁拉开了就不该打了啊，拉开就让他拉开了好了。拉开他在闪现进场，我们根本跟不上。不要交多的钱，他必死。我们队友还很懂的啊，知道把人头让给最能 C 的一个人。既然我被队友识破了，找出来了是那个最能 C 的人，那我就这把就当仁不让了，兄弟们啊！被发现了，本来想低调的啊，被发现了。藏不住了啊！还是那句话，藏不住了。啊，我们这把上单玩的挺好的，我们上单比对面上单玩的好多了，不然的话这把早就输了，真的，这下路太烈了啊！我打小炮太难打了，前面啊，真的太难打了。我还没带 TP， 没带 TP 的话就难上加难啊，还被豹女月塔搞，太苦了我，一肚子委屈。这题有点草率，兄弟，真的有点草率。来一下，感觉打不动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点了点这个，到时别后悔。
我打不了字，好吧。没有 AD， 我们伤害不够的。我们 AD 不在啊，没伤害。明天打，完全没伤害，控制其实很到位的啊，落了控制，我的控制。我找个 AD 输出。打不了字啊，好吧，打不了字，我怎么左右的队友呢？太难玩了，玩了兄弟们，单排第一把就输了。